TVB 今年强势推出多媒体直播社交平台 Big Big Channel， 为全球观众带来崭新的互动体验。继香港和台湾之后， Big Big Channel 在11月26号进驻马来西亚。为了隆重启事， TVB 这日特别在吉隆坡举行启动礼，一众 TVB 行政人员和艺人，包括陈展鹏、李乐意、李佳芯、唐诗咏、姚子玲、陈山聪、高海玲、胡鸿钧、郑俊宏、郭子豪齐齐出席。现场粉丝更见证着 Big Big Channel 正式在马来西亚启动，现场气氛非常热烈啊。 OK， 现场的朋友一起来了，准备一二三、哦、Big Big Channel 马来西亚正式全面启动。而胡鸿钧和郑俊宏这日还即场开拉片唱。系啊，好开心噶，好感动噶。咁佢哋即系都一早知道我嘅个行程啊，都会特登飞过嚟。就算冇飞入去会场睇，都会一路支持。系，所以我知道你系咪都有专登，譬如留低同我哋影下相啊。会啊会啊，阵间阿嚣都会啊，即系会有一个小型嘅 gathering 啊咁样。哦，一齐，两位一齐。我哋咁啱同一个地方，因为我哋谂住酒店啦，但酒店得一个 cafe 嘅啫，咁所以就一齐搞咯。系谂住同我哋玩啲乜嘢咧？其实都系倾下偈 ，meet up 下，影下相，系啲小机会见到马拉嘅。系之前有冇试过啊？呢啲做的确第一次。